他联系。出发接新娘子了。呀！走吧啦！耶！两个一派，两个一派，走。走吧。上吧。陈总，问一下。二三。三个人下来。虽然我跟新娘认识的过程很平凡，但我想我们平凡的生活充满色彩。我要给我最爱的人一个最难忘的婚礼。谢谢骑行单车群里所有朋友的支持，让我的单车婚礼计划梦想成真。几天时间，我收到朋友太多的祝福和鼓励，谢谢朋友们。同时，我也想以此为契机，让我们一起倡导这种环保低碳的健康出行方式，祝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嗯，新娘子感觉这样的方式怎么样呀？非常好，特别喜欢。哇塞！那个这边人多，咱往里头拢拢。现在就这边四排，这边三排，咱尽量的。这边行吗？这边行吗？这边没事。后边的后边的往这边。你们太阳能扎几个呗？快乐阿姨，一起打上来，全上来，全打光，好不好吧？一二，新婚。哈哈哈哈哈哈